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练习四十二式太极拳的第十九式云手。我现在在前面示范一次，然后在后面示范多一次。好啦，而家我同大家讲解云手。接上势，腕与肩高，指尖微微向上。我哋先后坐，扣脚，身体左转摆掌，跟住落嚟转陈式嘅云手，翻掌，左手往下，右运。好，转羊式的云手，右手往下切割，左手向上，手不喐，有一个平静啊，圆的。好，我们左运并步，我们要屈膝松胯下，右运开步，左手向上，右手往下切割而重心，左运并步，右运开步，手心对手心，阴阳手。我哋云手咧系有好处嘅对身体，因为我哋指尖咧系两只手嘅阴阳经嘅交接点。我哋做云手咧系有关节嘅转动，由手指公同手指尾嘅转带动嘅转动。因为我哋内里边咧就系阴经，外边咧系阳经。当我哋转阳式同埋陈式嘅云手，系扭动、转动手腕嘅转动，同时可以拉开阴经锁住阳经，亦都可以拉开阳经锁住阴经。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得闲咧可以将个指尖咧系两个手指尖咁样碰佢，因为呢个系阴阳嘅血管嘅交接点嚟嘅。最后我同大家由慢动作示范第十九式嘅云手。嘅四十二式太极拳云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咁我哋下一堂再见。